在台湾第一次挑战爬山。什么时候解释减肥啊？可以吃牛肉面，不要吃鸡蛋吗？令人感到安慰的是，非常好的天气。跟新年第一天来一样，能上跟日出失败，完全不同的感觉。我有预感，今天所有的事情都能很成功。진짜열심히걸었는데등산로반대방향으로걸었어天哪！这么没吃吗？你传给我过。对啊，完全那样子的。但是你怎么发现吗？蛮多人这边那个下山了、哦、刚刚那个人就跟我说、从停车场这样子走过去、现在真的开始爬山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怎么办？失败，我的芝麻烂鸡一时出的那还好吗？很像画的下山七星山，那在七星山走吧 Let's go。 阳明山的风景虽然很累，但是阳明山的风景好美丽，所以我的心情很幸福。到现在做梦都没想到待会会遇到什么样的苦难、请问沙金真的很累真的怎么办？我们还没走一半就很累了。谢谢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什么？这个画面好像在哪里看过。天气真的不好。呀呀呀，这个是到底什么？那明明男的有个把刀给我送。刚刚你跟我说了这里有硫磺的味道。口味吗？我第一次来火山。还可怕。快到了吧？真的吗？벌써？已经快到了？我不知道。还差得远呢。Come on， 道一 Come on， 뱀이랑곰이랑돼멧돼지나올까봐무서워。곰은사람을찢어。应该是快到了，这里有很多乌龟，很多晕。保持健康。对啊，需要运动，保持健康。总觉得在哪里看过的场景。这里很像豪尔的移动城堡的风景。真的看不到前面，这样继续走下去，感觉天堂会出现。很像 survivor， 不是爬山。终于到了。酷似再难电影的一个场面，风怎么能这么大呢？是什么都听不见。道理你不是在哭吧？到这种程度的话，阳明山好像不喜欢我。我和阳明山的缘分到此为止。现在就有解脱，总之成功登顶。听说在阳明山卖很多地瓜。没错，但是等一下回家的时候再想起来所有的烦恼。我刚刚买了莲雾。我非常喜欢的台湾的，这是台湾的。如果你们来台湾的话，你们一定要买彭里斯家吃吃看哦。就这样，他们沉默寡言。难道这里是寺庙？真的是最近以来最平和、最安静的瞬间。这个洪水店应该登记为阳明山的必要行程，但他们不是安安静静的享受闲暇时光的人。两个跑步。为什么要自我指责呀？今天台上的歌手，那都两个包。应该这原本都是樱花。哦，我知道啊。但是现在没有。呀，一不打。风景或者是我。哦，应
该是我吧。觉得如果天气好的话，更漂亮。真的，如果有樱花的话更漂亮了。对啊，但是现在没有樱花。画就是这个呀。还有我们现在要去草山餐厅。草山是草山吗？行哎，草山行馆啊，草山行馆。马吉，马扎，这写到中文了。一旦走走吧。那边有我非常喜欢的米肠，但是我们正在减肥呢，所以不能吃米肠，只有吃马铃薯。马铃薯、玉米、地瓜，就这样，真可惜。我刚刚经过那些。北头，一路还没北头过呢。中。马尼卡没有。马尼卡。淡水也是阳明山坡哟。哦。真厉害哦。就这样在台湾第一次登山结束了。虽然今天就是不容易的一天，但还是很欣慰。下次我们去哪座山呢？请推荐一下登山路线。那么今天所有的减肥者们也要加油哦。